台中市政府管理局今年伫丰原举办金色葫芦墩光艺术的展览表演，伫咧现场有五十台无人机伫空中飞来飞去，出现红色、青色、蓝色等等缤纷的色彩。这个地面阁有八件光艺术作品，伫岸边甲水面互相对应，美丽色水甲造型，何人袂醉？请点灯。金色葫芦墩光艺术展演一开场，就有五十台无人机伫空中直直换位。红绿蓝三色水伫空中真清白，陆地上阁有八件光艺术作品，限制了有八个不同的光环境的艺术。那当然是融合了台中丰原在地的地景，那当然呢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相关的特色。市府特别规划一系列的光艺术展演，包括无人机表演，阁有陆地上八件光艺术作品，透过和在地之外的特色地景来做结合。带给民众丰富的视觉享受。这个水域环境搭配我们丰原的特色稻米，还有我们的一些元素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充分显示出我们丰原的特色。展期到明年一月初九，无人机表演是每礼拜六的暗时七点。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做回来葫芦墩欣赏暗暝景色。